OK， 我现在在 GoPro Hero 12的发表会场，现在感觉大家我玩疯了、欸。平线稳定，因为你怎么晃、啊，它水平线稳定，待会哦起来哦好啊，面等一下要边骑，然后边测试超强的水平功能，对，真的我超紧张的。我的话呢是从 Hero Pro 在学校就有在用，然后真的入手是
Hero 7开始，对，然后就每年必定换，感动，有种见证自己摄影的历史。然后这次我觉得真的是很赞，升级了很多，我觉得就是更专业的内容，